刚松软，雨水拜苏林，值得一来，真的值得吗？还可以吧，这么勉强。酒店对 two bedroom， 我很深的误解，就是这个有一个什么东西大的床，然后有一个小的床，他就跟我们说有 two bed， 哎呦，房间还行，厕所有 spa 哦，有个小阳台，要开了，好了，把这录下，哇哦。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印度的餐厅，来看一下这里的美味。我们点的这是 beef curry， 然后这个好像是洋芋球，很 creamy 的样子。这个是馕，印度的馕，很好吃哦。什么话可以讲的？说啥？我们现在就在一个 lake 里面，要走下去，走下去，走下去，然后就要回家了。其实也不太那个。真正要让你说，我还不知道说啥，因为一开始其实都要那个提早的。对，那边我就说这。还在保重。
估计都得差评吧，就底下评论骂我那种。别拍了，啥玩意儿？给我拍，又给我拍了呀！没拍到了，我好像是拍到了。